开始了。好嘞，嗯。我这样拍上去也可以，先对着啊。感觉到蚊子了。好了吗？好了。200万也是31万封顶，现在封顶价了。这是国家规定的。嗯。我怕查过了。我本来以为我那能拿发封顶价，后来算下来封顶价还差一点，接近是。这熬了这18年不容易啊！拿着这相机是要干嘛？就拍照啊？拍照剪的过程就可以了。这是意味着啊，1、2、3啊，妹妹。哎呀，我几年的时光没了。你肯定比我小对吧？那。我，你二开头了呀？我的意思是你这一剪刀下去，我几年染的头发没了。当心，手不要过来，手突然过来，我如果没准备好，就可能剪到你手的。反正很好，头发感觉轻了。拿头拍照就可以，拿头拍照。我怎么拿？啊，我怎么拿这样？对，你可以背面，这个因为你贵，你可能不好意思，这个我能理解的。这样吧，我尽量把你拍的稍微对，这个主要是技巧上的。好了吗？好。